跳过去，对，那么好，跳一下，对，跳过去，整个跳过去，可以，可以，跳，我脚拿起来，放过去，然后这里就停着，跳过去啊，对，然后三放下，那左脚也是一样，拿起来，再跳过去，对，然后跳过去，好，然后放下，对，我们重复这个动作一二三，那现场有人都可以学习跳，对，对，拿起来，放过去，勾放，拿起来，放过去，勾放，我们重复换了两次哦 5, 6, 7, 8，and 1, 2, 3, 4, 5, 6, 7。 再来 5, 6, 7, 8，1, 2, 3, 4, 5, 6, 7, 8。可以吗 ？OK， 我第一次看人家穿拖鞋跳舞，这老师以后你今天肯定大把的人才了嘛。对，脚一定会痛。对，没关系。5, 6, 7, 8，看到吗？哦，可以吗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小朋友你们都可以跳哈，看狗狗怎么跳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舞蹈是。 现在你的左脚会在前面，有没有？我们做一次，5, 6, 7, 8 ，Go， 1, 2, 3, 4。 现在你的左脚会在前面，看到吗？所以我们再换脚，换脚。换脚，OK。你的右脚在前面，你的右脚呢，就是你的圆规的那支针，我们转它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可以转的。啊，对，我们转过去，转过去一下，对，然后再换脚。 然后再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OK，再换脚，再转过去，再换脚，再转过去，再换脚，再转过去，再换脚，是要转到明天早上啊？对吧？转对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舞调起来，加起来好不好？有音乐吗？有音乐吗？老师，音乐老师，有没有看巧克力的音乐吗？ 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大臂走，OK。 7, 8, and 1, 2, 3, and 4, and 5, 6, 7, 8。我跟你讲，大奖得主就是主号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奖品不用再比了，奖品是点号人就可以了啊。可以了，我想其实大家 OK 了吗？要一个一个表演吗？OK 吗？再跳过一次，要跳过一次吗？要跳过两次。 好好，那两个两一起啊，这样你的奖品就会一半哦 ，OK 吗？那 CD 就一人一半，就把它切掉一人一半，来过哈，我们再叫最后一次好不好？再叫，对对，我们再跳最后一次好，好，这时候我们掌声一下给朱浩仁老师好不好？这样跳舞好辛苦哦。And two，那你拿脚拿起来的时候，放过去你的身体还没有跳，对，第三的时候才跳，然后才脚放下，对，然后一。 2，还没有跳，3才跳过去，4才放下，对，然后再换脚，啊，然后再换脚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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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，好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那这时候我们来先请第一位朋友来表演，我觉得这A1的是女生胸有成竹，来这边来第一位来，OK， OK，曼妮，我看你应该很用心的在跳舞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时候来音乐老师准备一下来跳，来。 这是在打功夫的啊，这是打功夫的 ，OK， 不错不错，不然你这我们来给打功夫的了。然后第二位来，先来，1、2，先开始。哦，这是跳阿哥哥的，这跳阿哥哥的，哇，不知道这个舞蹈很顶哎，你这舞蹈什么舞蹈都可以，你要跳什么舞 ？sexy 舞吗？第三位来，来老师音乐准备一下。 哦，这个是斯文的，这是斯文的 ，OK， 你们要记得哦，因为第一位是功夫，第二位是阿公公，第三位斯文，因为等一下人家要做评审，然后掌声君大师就冠军得主了啊。那第四位来，你要什么版本的？哦，朱浩仁版本哦，你确定你能够比他厉害吗？不能哦，来，这时候来第四位，来1、2，3，开始。 这个是蹦蹦剪掉，那讲转4圈，它转2圈而已。哦，这是蹦蹦剪掉版本 ，OK。来第五。
请各位朋友，哇，来，一二，你不要乱放电哦，你这时候电线，我观众都电住号人 ，OK？ 变号人不是评审 ，OK？ 一二，现在开始。 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爱版哦，对，这个是爱版哦。那没关系，我觉得说今天最重要是大家开心，来，吴瑞博来站前面好不好？好，这时候呢，现场朋友们来，我们就要现场朋友掌声来决定到底谁今天跳的最厉害，好不好？那第一位，你们觉得说那个功夫打得很厉害，来掌声一下。哦 ，OK 啦，要再多努力。OK。好，第二位阿公公，帮我们来掌声一下。这个是有带凳子来的好处 ，OK。 好，第三位朋友们不要那么自私好不好？其他人都要顶一下好不好？来，第三位觉得这一个斯文版的 OK， 来掌声一下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一个他是现场观众都很多，但是他是缺少一个非常响、就是非常响的这个少女声。对。好，第四位朋友来掌声一下。哦。来，第一位朋友觉得很爱的 OK， 来掌声一下。我觉得不会那么平均，怎么办？对，怎么办？我是不平均的。对呀、啊，那。